网络换成有线的好了，比较稳。好啊。我怎么感觉我今天网络会在搞怪啊？完了。你要惩罚你的网络了是不是？哎，开了。哎呀，睁开眼睛而已。啊，你睁开眼睛。你拿牙签蹭一下就好了。你以为我是你以为我是猫与老鼠、啊？嗯，他可能不是叫你撑眼皮啊，阿尼太阳穴或指甲之类的。嗯，容嬷嬷，我真的觉得有东西在拖慢我的网速哎、欸，时间表要更新。你连续更两次吗？啊，哎呦，我就你最特别。我就你最特别，我就是与众不同。宇宙还是与众？宇宙，整个宇宙不同哎、欸！天哪、啊，对吧、啊？宇宙吗？你说宇宙啊？太知道了，你整个宇宙都不同哎、欸！就你最特别。好，终于可以开了。开好了。哎呦，皮开着哦、喔。你皮一直都没关是吗？嗯。完了，衣服完全没属性的衣服，对啦。又回到当初第一个祭典的时候了，怎样？完全没有属性的衣服啊！你要在那边洗洗那个碎片啊？不用吧？你现在有就留着啊！你还洗，一直洗干嘛？要打架了，你还洗？那个碎片不是吗？已经看祭典了、欸。啊，祭典的衣服不是？对啊，你看你现在你还一直洗的话，你一直会输人家一个技能一个技能呢、欸。祭典已经开始了，不是祭典前准备那样子一直洗。Hello， 太久没玩了，没有啦，有人在犯蠢。好像有东西没关了，我去一下二楼看一下。我回来啦，嗯，久等了， Hi、嗯，还想说番茄说你太久了，他去煮咖啡。我没有这么说，你有这么做？
啊，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咖啡。没有，等一下怎么按开始啊？你猜啊？房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玩了。完蛋了，要来雷了，救命啊！还好我下午有先复习一下。蛹虫瘦身。蛹虫瘦身。啊，你有遇过草系互打的状况吗？还是有？有，今天超多草系互打的。我在想说草是不是很多？草又要赢了，各位加油！我今天看了三个直播，都是选草的。真的、哦？嗯。感觉沙沙队还是会人蛮多的。对啊，这三个台是安妮、无界跟番茄。嘟嘟嘟嘟嘟嘟，卡卡的吗？哇，我不好卡。看看。而且我们配对不到、欸，我们太强了。嗯。哦，有了。嗯。我对耶。要被克了、欸嗯，对啊，被克了，要被克了。不同武器，哎呀，怎么玩呢？救命哦！哦，抓怎么玩？你们听起来好危险哦。没有，他们，我还行，我的肌肉记忆回来了。啊、那就好。你看我杀人了，你看我又杀人了。哇，你好棒、哦！哇，你好棒、哦！哇，怎么会这样子？奇怪了，你怎么丢大啊？丢出去了？那把不是被削弱了吗？哎、欸，你们两个的武器都被削了，是不是？哎，我的是，啊，都是那个导弹大招被削。哎、欸，我杀人了，安妮，快夸我，安妮。你好棒哦！天哪！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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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哦！痛死了鲑鱼！我按错了。给喽给喽！哎，扫家里扫家里！啊，你出去，家里是我的。不要跟我抢！你就是杀人啦！我杀人啦！你出去杀人，我动不动就要杀人啦、啊！好好好好好，家里就留给我。好好好，你洗衣服，对不对？你主、啊、你主外，我主内。好的好的好的。讨厌每次跑到人家面前，然后不小心那个视点转太大力，然后就拿那个导弹站在人家面前这样。嗯。我们拉切，哎、欸，没有，我就杀了，不错啊，对啊，我们表现的比，我们表现的比以往好哎、欸，可以啊，我、哦、好希望这时候番茄可以顺上去哦，我们就可以飞它了。天哪，我还没练啊！你说你怎么还没有练那个啊？忍者技能啊？你那个是有忍者技能的吗？不要气我！好耶！哎呀，对面真的有人吗？有辣有辣，有一个叫 player 的，不知道是不是新手。好希望是哦。杀了两个。我不行了，交给你。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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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为什么死在我脸上？你发生了什么？死在脸上。哎、欸，我们打很凶。
抽奖的地方开台了。哦，去抽奖，快去看！我在看啊，抽什么奖？没有啊，我隔壁的，我隔壁的。包蛋饭。等一下，看看。赚，居然有杀到十一个哎！我居然杀到九个哎！肯定是我。哈哈哈！是我们浴缸杀不到人很正常吗？对吧？对吧？是啊，肯定是的，肯定是。对啊，只是涂墨怎么也是最少的呢？啊，可恶！我们是不是要穿一样的衣服才会有那个加成？我们是衣服啊，鞋子跟帽子那些啊。哇，鞋子跟帽子不一样啊。对吧、嗯啊？对，等一下要调啊。啊，怎么没有？之前无界没跟我们一起穿过。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啊，就是啊、对，发型啊，衣服，发型、帽子、鞋子、武器，这几个、嗯、如果有一样的话，会有额外加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选一样的帽子，啊、其中一个。它后面会有显示说发型、帽子、鞋子。像我们等下会显示说是不同武器嘛，会额外加成。对对对，啊，帽子一样啊，哦、鞋子一样啊，或是发型鱿鱼，有人全部都是鱿鱼，全部都是章鱼也有。哦，对，原来如此。你看，我们是不同武器。鱿鱼团有没有？就两个了。啊，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吵架，什么都没有。连友谊都没有。连友谊都没有。宰玉哦，看着樊姐死哎、欸！天哪，哦，我、哦、好凶哦，他们对，换武器，换武器，你刚刚不用这把了，哦，导弹过去了，哎、欸，对，我们队友两个导弹。上次遇过四个导弹的对手，哦，出不去。哇、哦！那我这杀不到人的，现在我是废物吧？你可以这样说你自己，你最棒了，杀了。哦，有，那是什么武器啊？盆栽。文选，文选，为什么？他是讨厌巴勃罗哎，不是北斋啊，北斋也很讨厌吧？我记得，巴勃罗好像更快吧？啪啪啪啪啪啪！哎，不行，我觉得我今天开不了直播，直播超卡，来关一下。不会讲，不知道，今天网络在搞我。哇！这好猛哦，碰到那边啊，好痛！啊，白痴！哇，桶状螺旋枪，机关枪。哇哟！哇，死一片哎！什么情况？他们好凶哦，出不去，从这边好了。哇！
被发现了。啊呀呀呀呀！嗯，多惨惨。等下换什么？发型、帽子、鞋子，对呀、啊。看看呢？拍音能力。所以要先制定那一个吗？对。真诚的草派，我们要选都有的耶。嗯，跟那个打工帽，针织帽，对吧、啊？打工帽也可以。打工帽，啊，你鞋子上次选什么？我没打工过哎。哎，针织，针织帽，胭脂帽，针织，针织帽，毛线帽，针织帽。我断线的，针织，你断线了，你断线了，那是不是要先那个？好，那先出来，也有限定时间呢。大退吗？好。啊，直接按睡眠就好了。嗯。大退。赶紧去服饰店看今天卖什么啊？不对啊，每个人不一样。不一样啊。等一下哦，嗯，与伺服器发生错误，连不上吗？今天网络真的好奇怪啊，怎么回事啊？建安安，自定。说这一次的打工帽我都还没拿，我也没有啊，我也是，来，我从来没打工过。我也很少打，打不赢哎、欸，天哪！所以帽子要穿什么？对，帽子要戴什么？不是穿什么？我们可以先选发型啊，发型一定都有啊。嗯。哦，所以选发型比较快。选发型吗？对啊。好啊。发型。发型是这边。选哪个？你们挑啊。女人你挑啊。啊，就第一个好了，我不动了。好。第一个最左边那一个。有一个那个。有一条麻花辫辫子的，嗯，好。然后几个东西 1.8 倍啊，我觉得是。好像那时候带三个吧，发型、帽子跟鞋子，不同武器。对，还有不同武器啊，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改装枪？哦，等一下，你刚才没有，刚才有不同武器不是吗？对啊，刚刚是不同武器啊。嗯，不用改，没有人用小枪，对，只有你是。哎、欸，你用双枪反而不行吧、欸？它跟短弓是同一个吗？我不知道。不一样啊。哪里改？不一样。哪里改头发忘记了。你家最右边、啊。其他那边对。哦、其他看到了。嗯。所以我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帽子是一样的？让我看看。嗯，于启奇。于启奇是那个哎、欸。没有，估计没有。完了。那是什么？没有，很丑的。是 Amiibo。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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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还是一代还是二代的 Amiibo？ 嗯，那我一定没有。可是帽子就算了，帽子就算了，没错。对，三代的三代我刚拿到而已，奶嘴骨。那牛仔布帽你们有吗？我看到，我看到，我看，有，我遮阳帽。布帽有，嗯，模板喷画牛仔布帽那个吗？对，那个好像蛮常卖的。那個、凡姐有吗？凡姐有吗？我有凡莉贝牛仔帽啦，应该是同一个吧，应该可以算牛仔吧。凡莉贝牛仔帽是什么？啊？什么是凡莉贝牛仔帽？可以吃的吗？等一下。啊，他就这样讲啊。品牌是不是？没有没有，他就叫凡莉贝。哦，我记得鸭舌帽类，那猫帽子类都算呢。哦，对啊，对耶，只要牛仔帽就可以。对啊。然后鞋子好像那个摇滚靴系列的都可以。好诶好诶，就是像马丁鞋一样的那个，好像有一个粉色的是诶叫什么等级送的。摇滚靴粉红色那个吗？嗯，然后你如果穿棕色的也可以。摇滚靴粉红色，我有这个。对，它是目录等级送的，应该每个人都有。哦，好，好耶，就这样。要整个人变成 Annie 的形状。好开心哦！番茄开房吗？现在开。好。好，开好了。我们刚刚也被属性相克啊，被火队打爆。嗯，刚打赢火队是因为我们等级碾压。那个火队只会撞击，还不会火花。还没学到火属火系招式，拿狙击来雷鸣。好耶！我最讨厌对面有狙击了。我最讨厌我们这队有狙击了。那个狙击就是我。那你讲了，我们就不讲了。嗯，你自己讲了，我们就不会再讲了吗？嗯，不会啊，你敢讲，你说啊，你说啊，你说啊，你大声一点啊，你说啊，眼睛张开好吗？你，今天真是睁不开眼睛。那我会叫你，谁让你睡过，把台开那么晚？谁？早上的光一台谁？哎、欸，不好意思、欸，哎，开给你睡觉的、欸，哎，又不是开给你看的。你那么……不好意思、啊，好像是开给你睡觉用的，你好像会错意了、欸。睡觉台。对啊，开给他睡觉用的。我断线了。我。哇，那怎么办？要怎么办？哎、欸，怎么办？欸、我们跳出去。你们先吵，我真的要找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要不要现在去开？哦，我们也断。哎、欸，对耶，先进一场。没有，我们也断啊，听不懂吗？啊，你都讲了，我们也断了。那你们先开一下，我去找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我怎么知道？啊，要赢了，要赢了！什么意思？要赢了！好，这个意思啊。等一下，怎么开？我开了。哦。看到。然后我有看到。水队是蛮强的、啊，他们法罗拿最多。哦，我没有点开始，抱歉。人家想，可能就是因为草队都在互咬、啊。
这么说，我今天遇到的好像火比较多哎，没看到什么水的。我在玩的时候，是他们法罗拿最多。嗯，这个队伍的人是有多干呐、啊？薛子慧，薛子慧，为什么啊？因为那个路人啦、啊，讨厌。啊，番茄。哦，路人。路人说：“我没有惹你们任何人，就别说讨厌。”好可怕，不敢跳。哇，二楼有一个。觉得他这一次的绿色温和了很多。哇，有蜘蛛人。那有一个小时时间表更新了五次啊。是发生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好，好很多，应该可以了。做了什么？把数据地址全部重开了。哦，打他打他，麦子。喂，棒啊！哇，好可怕！哦，他们有饮料喝，而且他们有饮料喝。卡到我听到，我要快双枪了。哎，饮料马上出来。我好武器了，不要逼我。我们那位狙击手，你认真到不讲话吗？我讲话吧，喂。不行哎。因为衣服都太都只有一格洞，没办法抵到能量。真的，因为我们机器变好久，还是我们放弃那个倍数，就发型跟发型跟不同武器就好了吧？好。对啊。好。啊，我按错了，不过阿且进得来吗？阿且，嗯，好，我番茄还没进来，我刚进不去啊，我先看一下，那现在嘞？哦，现在配对中哎，他进来吗？配对中，二离开，还是我们重来？再退一次，要换武器吗？退，对啊，刚有拿自己是不是？不是哦，就是在玩那个啊，导弹加自动追踪的鱼雷。哦，但是
但是装备属性太难抽到了。那照理说可以一次扔两颗鱼雷，但是我刚刚一直能扔一颗。是有一把狙击是这样的能力。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是拿这个啊。嗯。那换我开吗？你开啊。好啊。叮咚。好，开好了。好。好哦。看着。嗯，他应该也可以吧？短枪应该不算银喷的那种类型吧？你看看啊，不行，我再换回短弓了。啊，不行，我再换回巴博就好了。没，你们两个应该撞了，没关系啊。为什么要跟我一样？天哪！我就想跟你一样，怎么样？不要啊！不然好，我离开，我离开。不要啊！跟你们吵得跟我说要喝饮料啊！啊，什么东西？跟你们吵得跟我说要喝饮料啊！啊，给他喝啊！啊，我说我换啊，干嘛？我就换就好啦，干嘛？你给他喝饮料啊？他想喝饮料，给他喝。哦，不要给他水，等下随传随到。不同武器啊，骗人！不同武器。欸，可以。骗子。麻花辫集团。不好意思，没空看，感谢会员，没诚意。感谢会员，有诚意了吗？有。感谢您的会员。哪里？后面哪里啊？后面哦，在这里。哎，小心元气弹！他丢在那边呢、欸。丢在我边。这里有一个罩子哎、欸，讨厌。炸弹往我这边砸！哇！我把那炸掉。冲啊，鲨鱼！哎。先生，我玩银喷，我还连一颗星都没有，你给我个机会吧，我星星一颗都没有的银喷哎，给个机会吧，对啊，你这样我怎么敢再练银喷呢？好聪明，元气弹哦，元气弹，氮气弹吗？氮气弹啊，我想说元气弹，氮气呀，对对对。哦，棒哦！哇、哦啊！这是狗的饿哦，汪汪汪！哎，那个一直在二楼啊，讨厌哦！天哪！我要活着送饮料。等。来了，后面。哇！打不到哎、欸，可恶！那个嘟的那只灭火器哦。哇！深入敌方内部，天哪！呀，变好烂哦！哇！哇！加油！哎，那只嘟，那只真的很讨厌哎，它一直在那边。等一下，饮料好了。老板，你饮料在哪里？后面吗？饮料死掉了。
喝不到了，饮料没了。哦、oh. ，我帮你报仇了，敲不死他。妈，嗯，哎、欸，我们图这么少吗？我觉得我还是放你发俘虏好了。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发的比较愉快。你换啊，你换。啊，我的旧爱回来了。我旧爱，那才是你的新欢，好吧？巴伯四星，唯一高星的武器。啊、你不知道五星再换另外一把、啊、加油啊，几十万欸，用到五星啊，我不要啦，好累喔、喔、欸，四星跟五星真的超多，废话，有什么差别、啊、没有啊，就多一张贴纸还是什么而已了啊。哦、我刚才想说你要确定欸，那天截一个图给他看，他说要这么多、喔、我说对啊，你加油，我说算了，他不要了，好累喔、喔那、哦、我这滚筒也是玩很久才会五星呢。没有，你是要专注一把滚筒啊？对啊。哦。我这都没有换武器，还玩很久才拿到。哦，你五星了、哦。对。哇。因为我不会玩别的。绿三加选哪一个？你觉得呢？我都绿队了耶。对啊，应该在场的四个人都是。要不是那只。不啊。绿绿的，怪怪的、欸。怎么了？你选，你绿三加选哪一只啊？我原本是想选猫，哎、欸，原本想选猫。对战开始，啊，怎么不动了？哦、oh, 哟、no ，对，卡住了、欸。发生通讯错误。哦哦，烂嘞，老任。没事，下一次就换。原本想选猫，然后今天又觉得鸭子好像也很可爱。你看过进化型了吗？对，进化型有啊。哦，所以你觉得猫比鸭子那些可爱？哦，我是看第一形态啦。哦，不让他们进化就好了。你就不让他们进化就好了哦，聪明。就是玩到后来，我也只会用伊布，这其实没什么差。他当初玩阿尔宙斯就是伊布队啊。伊布队很强。所以只是鸭子只是替代用的。对，在伊布出现之前，撑着用。后面就变成仓管，帮你管理那些衣服。那本来就是为了衣服买游戏的。是啊，哎、欸，对，刚谁？我当初认为吴杰会买纸，结果你也是买猪。对、啊，因为我旁边的人都买纸。我这边怎么跟你相反呢、啊？没有啊，这边其实一大堆也是纸的啊。嗯，对。很多人喜欢未来感。对啊。不喜欢龙在地上爬的感觉、啊。所以打起来，加油！哇，他们的主场哎，加了这个地图是什么？他们掉进去不会可以游是吗？
来，蓝心，你看银喷怎么用？好，我看，加油！前进啊，前进啊，银喷，我要看啊，银喷，我看到了。那你跟我刚刚银喷一样啊，一样嘛。不能嘴你，对不起。那我们玩的一样啊，那没错了嘛，我们玩的一样好。我至少没有鲨鱼骑过去就直接没耶、欸。我鲨鱼过去没有没有啊，我是降落之后才没有的、欸。真的啦。小心。哎、欸，是，死了。哎呀，天哪！啪啪。嗯。哎、欸，墨鱼真的有够讨厌的。哇。这是泡澡体力量。套着底气，这是底气。哦，看到没，繁星？没有，我在杀人，不好意思。我等一下去补你记录档，不要生气，好不好？你最棒了，好不好？完了，我知道讲什么都没有用。加油！现在是男主内女主外了，好不好？我去偷他们家喽！拜拜！加油！拜拜！我不要外带。哇哦，麻辣鸭血！哦，他点了个赞，笑死！哦，两个！哇，这炮好痛！哇，这炮好痛！哇，这炮好痛！喂！我。别人家的炮弹，炸导弹，最后十秒，哇，输掉，好可恶，我看到了，惨，看到了，看到了。好烂哦，怎么办呢？变好烂哦！你看吧，你觉得我没走完下去，这种数额我们一定赢，是不是？没错，肯定赢的。以后礼拜四不要打魔物了，该开这个了。我图最少啊，占半，还死最多。啊，你巴摩罗图最少正常啊？对啊，我要把自己当蓝牙杀人用的。还记得之前我做那个炮澡桶的技能影片啊，就有评论说这根本就炸弹鼠吗？我想说什么东西啊？炸弹鼠。什么东西呀、啊？那你现在有感觉到你那套装备真的是炸弹鼠吗？有啊，我现在经常杀下炸弹鼠之后被他反弹回来的打死，我就说炮澡桶。你认同那个观众讲的话？
五二。哎，我别的五二就比我长。哎，家里两个人。哇，大锤！哎哎哎，后面有两个。加油！我还在那边放导弹。哇、哦、哇、哦，小喇叭！哇，大喇叭！哇！两个人，小喇叭。怎么打不到？打不到？哈哈哈哈！哇，又来！哇哇哇！我一下来，他就用锤子。等一下。哦。也不给尊重。我杀两个。他可以出门呢。家里还在吗？是还在还。哦，我杀三个。小喇叭，这是小喇叭。您就还在。我还有一只，我他有丢锤子。哇，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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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炸死两个。打他们家，打他们家，可恶！太嚣张了吧！哦，该火恶。哎、欸！啊，两只！科西安安 ，Hello， 没空。现在在奋战，在为我们绿队关中要组，但是关中要组。完了，被标记了。嗯。啊，那个印章真的每次都丢出来，他太凶了吧！哇哇哇！全是我都才丢出去的。哦。打到没墨汁，哭。来换武器，蔡老师。我要学番茄。嗯嗯，多了就换武器啊。多了就换武器。好，换武器，换武器，多换武器。啊，我会的也不只有一把而已。加油啊！我也想加油。什么嘛？哎。嗯哼。有五二，我的五二和别人家的五二不一样。对啊，对不起啦，我刚拿五点二啊，啊玩错了啦，怎么办？算了，再拿五二。什么？没有啊。我们也想打。不好意思，五二是二雀、欸，我刚刚一直都没打死呢、欸，很可怜呢、欸。我来试看炮口。炸弹来啦！哎、欸，你那个就是刚刚的嘛？那个印章，哎、欸，是你最爱的那一把吗？天魔，不是啦，没有吧？这不是我最爱的。怎样？你继承谁？说，你继承没有？你说你爱用的啊？有没有？你有没有说你爱用？嗯、没有。嗯，是谁？记串了耶！天哪，天哪，恒星！谁？还有谁？还有谁喜欢用？麦麦吗？咪咪吗？哎，不知道。哎，算了，看，快看，快看，给你看，给你看。哎，怎么来看？给你看，给你看。姚安安，我换，哎，换人了，换人了。那大退了，他们说按睡眠哦、喔，那我们怎么按睡眠呢？就常压轰键呢，然后我就蓝屏了，你就蓝屏了，嗯，还没断吗？我已经睡眠了，好容易断。
好的。你叫我出去，整个直接没画面，怎么一回事？好棒！蜡笔炮很爽啊！蜡笔炮，蜡笔炮有点慢。对耶。那我改蜡笔炮。刚刚你都记错了，那就错吧。啊，我根本买蜡笔炮啊，奇怪了。广域标记枪不是吗？小喇叭。对啊。啊你。怎么了？怎么了？广域标记枪欸。然后嘞？那不是我最爱啊。其中一个爱吧。开了，其中一任吧，肯定是你其中一任吧，没错吧？其中一任，对啊，你最爱的里面其中一个吧，肯定是吧？这么说也没错嘛，对不对？哎，啊，不理我啊，男生都这样的啊，男生都这样，臭男生，真的，每一个是香的。而且这边还三个，好先生，啊、哦，没事。干嘛？讲说什么？准备呀、啊！准备啦、啊！韩先生最近遭诈骗，请说。其实祭典的时候。那个人你还不会知道回嘴你？没有，他之前就会啦、啊。没有，第一次祭典的时候。哦，当然啦、啊。狐狸尾巴要露出来了。嗯，对，因为尾巴已经露出来了。对啊。说好，索罗亚，挂到了索罗亚克。什么胖丁？骗人，是索罗亚克。妖精一般没有恶系。恶系。哎、欸，所以真的是妖精妖精龙哦，你的胖丁啊，远古，哦是吗？我不知道啊，据说是妖精龙啊，小龙女，哎、欸，哎、欸，不同武器没了，哎、欸，我选错武器了吗？嗯、啊？跟安妮一样是不是？哦，安妮。哦，短枪。我不知道啦，抱歉啦，是想跟你一样，跟你一样，你怎么跟我走一样的侮辱可恶？好好，我们分道扬镳。这个就是两个都炒才会变成这个颜色。对啊。对。啊？你现在才发现吗？安妮，安妮来喝饮料，安妮，为了你我选这个。哪里啦？等一下啦，死了。哪里哪里哪里？就这边有一个，开！踩死你，可恶！哎，家里有一个是不是？啊！圆管枪。哎，不行，我的手把在漂移，他一直往右边看。我问题那么多。对啊，你问题好多。我就你问题最多。陀螺仪耶，我不是用陀螺仪耶。对，所以就你问题最多。妈，这脚杆用两年也差不多该坏了。你从上次祭典就是讲一样的话，你知道吗？哎、欸，再加一个，有一个，还有吗？还有。妖精尾巴，妖精的尾巴吗？哎呦，这没看。因为我想为他的前作打抱不平。因为其实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懂吗？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什么相见恨晚，有没有？怪就怪在他太早出生了。他如果再晚出生的几个月的话，走。好像打不太出去。不要追我！
可以先把这个鱼打死。哎呀！搞不好回去打工也不会打了，天啊！哇！哎！哎呀，不要！阿姨不要！他从那边下去，又一直对阿姨不要，阿姨不要，阿姨不要，阿姨不要！前座是什么？圣石小子。飞客飞步，我打死两个。你会发现他的男主角、女主角，然后劲敌的故事内容都一模一样。我要喝对面的饮料。你要喝对面的饮料？有毒哎！我们家自己有，你不喝。他不爱喝我的、啊。他不爱喝你的饮料。不要，我只给，我只给安妮喝冷饮了。啊，你来喝冷饮。这边对面好凶啊，出不去。人家 player 哎、欸，天哪，要新手哎、欸。他看起来像 player， 看起来不像 player。人家名牌都是新的耶，还没有贴纸。我也去改 player。他的枪跟帽子好像不太像啊。我改一下，我改一下。他正在漂移。我就想说，我手把怎么越南越左边？越南越左边？等一下要怎么改？要怎么改？叫越南？哦，越拿越左边哦。越南越左边。我想问你要去越南干嘛？我刚好去越南。那安妮说什么？我说刚刚那个 player 杀八个。对啊，你相信他 play 哦？哎。怎么了啦？没事啦，我还在啊。小裤子啊、喔，这个裤子你在自定那边选发型那边可以改破洞裤。嗯。小招，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怎么样？我的右手变陀螺仪坏了，他在疯狂转圈圈，就转是想要陀螺仪啊。转视角的位置啦，哇，太坏了！他现在疯狂一直往右边转圈圈。你是什么？是肉手板吗？两个肉。章鱼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裤子是一起的吧？毕竟你等一下，我找给你看。不要打他！打他！螃蟹，螃蟹，螃蟹！下雨喽！该买新的了，番茄。对，我该买新的了。虽然我旁边还有放一个，可是我没有连接过，连接过这个。我在追逐出来，还是哪一个新的？你还有一个礼拜不到。打他！打他！打他！繁星，他要放野！有！打死我！打死了！他是贩卖机的样子。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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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没有，带走了，带走了。不是，为什么我们家的战战鼠打不死啊？到底？嗯。你们两个印章，你们两个印章。我去偷家了。好的。去去去。番茄也让我想到我一个以前打 LOL 的朋友，谁？我吗？他前任。我以前有一个，
又不是有一个打 low 的朋友，他每次雷的时候就会说，哎呀，哎呀，我滑鼠漂移了，哎呀，可是我没有键盘位掉了，我没有找借口了，没有没有，所以说只想只想到他。那他应该没有在看我直播吧？不然要早晚内涵他。哇，他死掉了。我们努力哇！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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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站起，没有时间。呀，喷晕，我就是晕了，救命啊！哦，哇，居然！他们家图的好整齐哦，天哪！强迫症吧。刚我有去转，然后他们又把它补好。他补超好的耶！天哪，水队怎么会刺啊？对啊，草队怎么会刺啊？我打不赢水啊，五星克制还输了。我们怎么了？好烂的，没事啊，肯定是我不够好。啊、我的腰杆子。那你看，换一下，换一下。对对，我们要投一杀六十。对，这个第二个，然后再。哎，我找不到我的银喷呢，为什么？我的银喷呢？欸，你这个好用吗？欸，你这个武器好用吗？嗯，就是蓄力啊，前面先蓄力啊。然后刚刚其实就是谁走到我前面就突然不见了啊。嗯，而且它射程很远，它射程很远，你要推的就是走路速度，移动速度。嗯，因为它在边射边移动会很慢，所以你就叠移动速度就好了。嗯，还记得那个吗？那个 Amiibo 的那个鞋子，不是有三个走速，我就穿那个啊。那我来看看你的脚。嗯，来给你闻。闻呢？咦，在哪里？嗯，我在哪里？就女巫鞋啊。啊，三个走速。嗯。所以它 Amiibo 的是固定的，没有没有，随机的，我是刚好开到。第一个主能力是固定的，嗯，啊，后面是刚好侥幸，想说至少开个洞，比较不会那么累。哎呦！哇！他们有两个要跳过来。小心，小心，小心啊！哈哈哈！炸弹！吸弹炸弹！应该跳那边。哇，这要摔腰杆。你摔啦、啊！哎、欸，给我一个赞！我、欸、丢、哦、哪里？给你！哎、欸，是去哪里了？被杀、欸、到了，是呀、啊，是呀、啊，是呀、啊！杀两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安妮的赞！啊！哇！你这个被终极射击一样，一发打死。那三发真的超痛。你不要去偷他们家。加油！他们家有也有个滚筒哦，好像。
哇，那么快，被发现了。一直不够墨哎，天哪！哦，锁定锁定，放我走放我走！我杀了三个，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哎、欸，你杀三个，怎么这么四个？三个，三个，三个。哦，死了，死了，死了！丢你的三鸡蛋，快！他躲在边边了。哈哈。哎，好难玩喽、哦，这游戏。哎，要删掉了啦。哇，看来可以封印了。哦，差一点。差一点点。对。如果类比没再搞就赢了、欸、对啊，都是类比的锅啦，一定的啊，番茄那么棒，我这边时间差不多哦，对耶，订阅吗？抽奖是不是、啊、谢忙谢忙，辛苦了，谢谢谢谢谢啦，下次再一起玩啊，如果有下次你们要期待是啊，今天就要三更了是不是啊，再见，期待我们期待下一代出来。好，感谢啦，我先离开。好，拜拜，拜拜，拜拜。还是我用那个啊，可是我找不到。你找一卡吗？你直接揪下来用啊。对啊，直接用揪一卡好像会比较稳一点。可是我找不到用揪一卡那个。一分钟倒数 ，OK。我们等哲伟，谢谢。哦，中间的一块。对对，他附赠那一个。跑去别人台乱。他们开抽了，然后说他说他不要。哎、欸，对耶，每日抽奖。阿罗。噔噔噔噔噔。好，瘦腰的，我看成腰瘦的。腰太妖兽了吧？哎、欸，等一下，还是你人呢、啊？哎、欸，我不在队伍里了哦。对啊。哎、欸，不好意思。哎、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可以留你跟他在一起。哎、欸，好棒哦，走吧，艾米。好吧，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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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再见，还有什么武器可以玩啊？我觉得这把还不错，只是因为太久没玩，有点灵敏度抓不到。有了，他终于不会晃了啊！感动。要赢了吗？嗯，肯定的吧，没有借口了，没有借口了。他还在晃，他还在晃，他还在晃。没有借口了哎、欸，好耶！好了，我开了。来了。不进无界走了，我会更好还是更惨？嗯。我们一个唯一的大佬走了。嗯，我们唯一的大佬。六。留下三个 Overwatch 中毒者玩这款游戏，还是我们鬼转 Over 吧？让我用剑术，我同样都是 FPS 游戏，对不对？都是对啊，不用数剑的哦。奇怪了，一样都是战地啊，那、啊、怎么这样？只是颜色比较缤纷一点、啊。看来是真的可以把这个两年的灵猫手把封印了。嗯，不拿去修。只要干一款新的大作，它就会坏掉一个手把。对，嗯，我觉得他应该，我觉得直接去买新的哦。反正刚好我看上一个喷漆的那个破手把。喷
天机的。你是刚说破手把吗？破手把，我想说这怎么破手把？破手把，破手把，破手。啊，又打水来了。哎、欸，对，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不用那个了？少一个人就没有那个加成了。啊对啊，各穿各的嘛。对啊，你可以变回你的发型，你可以不用按你的样子。我要啊，我但是他不是我。哈哈哈。不对，有五二耶，我应该算是杀人。我来了，过来。哎呦，有。那我狼也不会法拉法拉法拉有法拉有法拉这样子真空行耶好烂哦我在关键的时候都没有帮到安妮，然后还记错我爱用的武器，哎，没了。没有啊，我知道你喜欢洗澡桶啊，还讲错有吗？哦、你知道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吗？什么？我。哈哈哈哈哈！啊，需要我在吗？叫我按到我在，这好远哦。白痴！这墙壁，这墙壁是干嘛？哎、欸，砸到了！哎、欸，砸到一个，可以。哦，自己加的。也、欸、不是说五二杀不到人是合理吗？文志伟，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有龙魂，有龙魂，有三八的龙魂喷过来。躲进来！怎么会打不死？欸，到底为什么？我要换武器了，我要换回短弓。不是，伏地太慢了，这把是杀人用的，我要换回短弓了。我要换回炸弹术。我要换回巴波罗。我的英文字还没改哦，没有改啊，想说就算了。还有谁不认识我？真的白痴Lumi，我在我的 FB 上 po 我说名字改不了了。他说有啊，我都有在关注你 FB 啊。他说啊，我改你怎么没看到？哎、欸，你有 po 文哦，我要把他掐死。你把他掐死！哎，元安，巴布罗，制定后继续，短弓，短弓，然后这个，然后还是这个 ，OK， 好了，安妮，安妮同款发型。有没有感到我很开心？嗯，这是好友加进来的意思吗？不是欸，这个是刚刚的路了。他竟然不久，哎。对他觉得我们还有希望。没错，他觉得我们很有希望，我们肯定行。看来排到永远的草派就行了嘛。要不然要像之前那样，不管加多少，
就是说我的资格。对啊，他哪里聊天室哎、欸？啊，那时候还想说啊，我加二到加三只差一点点，我要不要熬夜打呢？但是我没有。你说加几就好，加一就好，是不是？应该到永远炒开就好了吧？哦。哦，那时候我们也是很拼，你还给我在那边偷超车，害我等你，因为你偷超车，打你，我吗？你啊，我吗？你啊，就是你啊，女人。哎、欸，对面连三哎，还要连四了。看我们提前预祝对面连胜四连胜，恭喜啊！可惜不能打字。晚上好，晚上好。对啊，至少今天我们第一场就赢了，很开心。嗯，至少我们有。我们第一场的时候就应该关台了，哎。真的哎。让画面永远保留在最好的画面。还是要找回去自己那个盆子，天哪！哦哟！开始。后面。哎呀！哎呀！哎呀！没有木子，没有木子。什么？哪里有物质？哪没有墨汁？没有墨汁。墨汁，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跪下？我们挖去。你想要排到银牌，要跟我讲，我可以帮你。排到银牌。对啊，就都要排光牌、啊。喝水，感谢大鱼超级留言，谢谢谢谢，谢谢啦，谢谢你啦。完了，雷射不要！你真的是一段时间没玩，我连怎么玩都不知道。哟，海浪人，讲真，我真的觉得这个比 Overwatch 难的，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都是先玩七弹之后再去玩 Overwatch， 所以我觉得 Overwatch 比较简单的一次。哦、oh.。喝水了吗？喝完了，我要去装。刚喝完，请下面那一块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炸弹。还有，我拿水，我拿水，矿泉水。灯秒收很多哎、欸。三层的是不是下一个就是永远的了？有这么快吗？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什么？超级真诚的哦，真诚下一个是超级，是不是？嗯，哇，那个路人竟然还在，天哪，心理太强大了。嗯，然后去他面前跳一跳。就换他根本不是路人，不知道是谁的朋友进来。没有，不是我这档。就我没有生命码。
都遇到日本对手哎、欸，日本小学生好强。没有，我们刚不就预祝对面四连胜了吗？狙击，下来狙击，好，好吧，好吧，哎、欸，通讯桌乱，哦不 ，Oh no， 我们可以赢的哎、欸，输了，惨了，哎、欸，他没有那个，有了，哦，结束了，一分钟起乱，一分钟了，嗯，完了，你们会觉得我输不起，刚刚可以赢的。不过讲，没有讲。你是看到人家对面，看到人家对面狙击，你就嗯，怎么可能？我要换害你去开他。打完都继续了啊！你不要把安妮带走啊！没有哎、欸，我退出了耶。他也跟路人呢、欸，他跟路人走。哎、欸，他不就跟上次那个一样，那个谁？不用了，我出来了，真的别想不出了。我打工遇到的那个啊。哦，番茄的男朋友。对，哭啊，不是、啊。我们就那时候打工，他很黏番茄。走开。啊，下一场应该不会是他吧？结果就出来了。啊，太好你在游什么？等一下，怎么了？我平安安，哎，十倍比赛。十倍，我第一次遇到，完蛋了，我们要赢给对面十倍。我预祝火队拿十倍。对面有两个标示人。啊，预祝火队拿到十倍，记得订阅我们，按赞分享小铃铛。喜欢火队的大家，快帮我们按赞。可恶，压力好大哦！啊，不赢先跑！这个无界好强哦！这个无界好强！真的啊！这把无界好强，这把无界听起来怪怪的。他叫我们来这里，来这里干嘛？来这里看着你死哦，什么东西啊？对面的无界杀了我！猛！啊，狗！
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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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这我来了。啊，一张。人想要刺杀我，怎么不相信自己会赢？啊，天哪！要对自己有一击机敏。一击机敏。不是没信心，是真的太久没玩，不会玩了。而且遇到死辈很紧张哎。打不死他，我是笨蛋，我要三 game。各位，我们朱子健，西单大陆站直播，各位再见了，我们下一代再见。啊，真有啊，草队，我对不起你们。不要，不要难过，不要想太多。十倍好像有特别的胜利姿势啊？哎，没有哎、欸。那肯定是因为草队没赢啊，草队才有胜利姿势啊，对不对？没事啦，不要难过啦。反正之后不会再开了啊。对啊，就当最后一次了嘛。哈哈哈哈，且看且珍惜。下礼拜五开始哦，都是珠子。下礼拜五哦。那下来我、啊、哦，仿佛就像斗阵特工赢一场只有十五点，还是同屋的感觉。怎么哭成这样子？哎、欸，我去看人家那个总记录，我真的赢了一百场，还在同屋、啊。赢了一百场，天哪！我赢了一百场哎、欸！晚上好，披萨。一百场胜时，我赚了1500点的金物点数。对啊，一半了，一半了。啊，一半了，一半了，哦、好开心哦！好像剩70场就可以了吧？好狠！我都还没金武就有了、欸。然后别人就会觉得你是炸鱼汤哎、欸，金武在同金武现在同武。对啊。没有，在排位上很多人已经金武了，好吗？对啊。哎、欸、哎、欸，我的失败了！哎、欸，你们他在给我们机会吗？在拿我们刷分吧！我的天哪、啊，大鱼啊！哎呀，天哪！这个是要玩完全叫我们退坑的意思。还敢玩 Overwatch 啊？你们爸比你们好玩啊！暴雪爸爸把我小美放出来！快了快了，再几天再几天，几天啊？十五号出来了，这三天就出来了。可是你小美出来，你就要去找公主棒，是不是？对，我买了她的皮肤，用了大概2天吧，就没了。义卖晚上好，义卖快来看我大雷包。你们十倍了，一直没遇过哎、欸，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而且是两次哎、欸，第一次遇到两次的，第一次遇到十倍，而且一次就两次，吓死我了，压力很大哎、欸。那个狙击一直在，啊、我选哈影，我选哈影，等一下哦、喔。我差点掉下去！有人超级跳啊！你打他，你笨蛋！笨蛋！我都忘记有超级跳这个东西了。有啊！我从头到尾一直在家里飞过去，好像也只有这个方法而已。哎，我想说，家里出不去啊！哇，家里出不去啊！
打不死高地那个哎，可恶！加油啊，暴走兔！这边好乱，这边好乱。算了，我放弃了。30秒，30秒。两个。好猛哦、喔！死螃蟹，走开！只能活一个，炮打筒只能活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加油加油，手速！一秒。有吧有吧有吧。我们。有吧，好像有哎、欸，啊，有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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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失败比赛赢了，你看我们动作不一样哎、欸，多踩一步哎、欸，天哪，竟然，哎，全队好烂哦、喔。有开始膨胀了，有开始膨胀。嗯，可以关游戏哎。真的。哇，三，哇，哇，好多、哦。特点，这是什么东西？祭典背好像是说你拿越多会越容易遇到倍数的比赛。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路人也是不走。哎、欸，我们靠他哎、欸，你看，没接。虽然刚刚涂鸦我第一名，但是刚刚真是靠他哎、欸，他真的很厉害，一口气杀了两个，我有看到在我面前。不止好不好？我刚才说，哎、欸，这无界很狠，这个无界很凶。啊，他不是无界了。对。我不要再来十倍了，天哪，好紧张哦。不要十倍，二十倍可以吗？不要啊，就一般就好了。输了会很难过。哇，还有百倍的耶！天哪。对啊。啊。很有压力。刚刚想说怎么进去的音效不太一样，而且还两次，吓死了。可不要这张地图了吗？真的不喜欢耶，而且还那么黑。跟斗争二一样吗？变个颜色就以为是第二张地图了。你知道吗？安妮，就是有些地图它只是换个天那个时间而已，很多它全部地图都只是换个时间，全部啊，全部地图，它都只是换个时间而已。没事。像艾希瓦德好了，原本类似黄昏，那它只是改成下午那种，改成早上这样的感觉，就说这是一张新地图，每张地图都是的、啊，它就只是清晨黄昏改个那个一下、啊。哦，为什么我遇到的感觉都是同一个天气啊？天气就同一个时间。对对对，它现在没有旧的时间了。哦，像多拉多以前是夜市，很像夜市啦，晚上的感觉。好像说下一次更新会来会加的地图也是旧地图，对，就是努巴尼，然后阿努比斯都是经典地图啦，因为暴雪有想要把这站点地图取消掉，站点地图取消掉、哦，就是我们你还记得我们现在玩不都是先站点后推车吗？啊，有人摔死了，我看到了是谁、哦？对面的滚筒。哦，那现在就是要把那个纯站点地图拿回来，因为暴雪觉得说这个他们不喜欢这个模式，可是一大堆玩家说就是想要玩这个模式。
之后就又拿回来了。模式还是说先站点才车子才出来那个？啊，对对对，像没有之后的就是纯站点地图了，就是站完 A 点站 B 点。哦。我最不喜欢的还是推机器人，机器人跑好慢。啊，确实我也不喜欢。推车也很烦。我还蛮喜欢推车的耶。不太喜欢的。还是你喜欢推老汉？喜欢推老汉。老汉推车。你是喜欢推老汉？救命哦！啊，滚筒。来了来了，就来召唤我哎！那里有一个滚轮吗？就现在，狼猴，我们快赢了，快赢了！好累哦，隔壁如果真的抽到我，还没看到哎，有吧？有吗？我们回来了，我们手感回来了。火队下去。哦，草队打赢火队。有没有？要不要查一下手汗啊？手汗宝宝。棒棒棒棒棒！哦 ，KDA 是正的，很棒。KDA。跟无界还在耶，好棒、喔！对啊，无界你开小号吧。哎、欸，不对，他不是无界，他换武器了。你是谁？无界是不会用其他武器的。你是谁？他不会用狙击枪的，不要骗我。只有岛田家的人会用龙魂。你是谁？你有看吗？影片都看完了吧？什么影片？哦，你说他、那個、后阵的影片啊？他的那个背景故事，对啊对啊对啊，有岛田家的，有会操控的。那你最喜欢谁的故事？小美啊。你是说队友都被队友都死光光？都死光了啊，对啊，哎、欸，哭烂哎、欸，最后连雪球都已经啊，为了救小美。卷发同好会。我昨天跟。今天打在那个机器那一段原始开大的那一个人，嗯，因为安妮就说那个啊，他就念给我听，我说你知道那个最好念的就是有基佬托我哭练吗？对，以前真的是这样念的，他就在骗他，你知道吗？以前真的是这样的，有基佬开我哭练。哎呀，笑到笑到笑死了哎、欸，你笑死了哎、欸，真是笑死了耶。啊，等一下，我都要去治病，念一次给你听。不要啊，我没有兴趣啊，我没有想听。没有，我不知道念。好啊，你不要念啊，不要念啊，不要念啊。而且你要在敌方才是哦，你在我方的话不是这个剑法哦。哎，只有敌方才，我觉得敌方都比较好听。对啊。你为什么我看到两条线呢、啊？你被标记了、啊，你被 标记了，对啊。你叫复活被标记？哦，没有没有没有，有一种是敌方看得到你，另外一种是你看得到敌方，就是类似夺命女开大啦。啊，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啦？可以啦。现在牵线是我们看得到对面。哦吼！哎呀！嗯，啊，我打不到！哎、啊，你删游戏啊你！哦哦
他这个人好会玩哦，他从矮的跳去高的，再从高的跳去矮的。我相信你等一下玩回去玩斗阵，手感会变很好。我觉得是他们水队这个颜色问题吧，我真的看不到他们人在哪里。我怎么都知道？可恶！啊！啊！有人跳水，我看到了，这画面真漂亮。突然。精彩重播他真的好多好多技能都很像，嗯，难免的吧，毕竟你只要一点点像就说哦抄袭对不对，难免的啊。还在，他心脏都很大颗。但是他现在是跟我一样的心态啊，反正就打积分就好，打分数就好，我输赢无所谓。反正不是积分，哦，又不是积分，上不了 S 都没差。哦，小老爸。哦、他变回无界了，看不下去了。变回来，给他一个赞。赞啦，无界。不要啊！不要！救命！不要啊！这个无界他有很多祭典背啊，为什么啊？我不要他死。无界好了啦，偷偷练无界。我记得以前没慈悲没那么容易出的。我们上一次没有遇到过吧？我们从来没遇到啊。哇，五倍也没遇过啊。三次。哎、欸，哦，对面掉两个。不行，看他们输，但是。对，你们要输。没关系。我们还是赢，玩不起，对，玩不起，跟番茄一样。哎、欸，什么？好像莫名其妙背后多了一把剑，是不是？嗯，一把剑哦、喔。你是说被你是你要当石头是不是？你不当番茄要当石头是不是？没有了，漂亮。没有错啦，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说。多不要失败，不要，很棒，很好，没有，哎呀，很棒，啊，那个路人绝对想说啊，我的十倍，他应该想说啊，还好还好，爱这一群人很累之类的，爱不动，嗯，嗯。东西，狙击啊，在右手边。
哎、欸，来。这一集一直在右手边，我不要去右手边了，我去左手边。那他来左手边的话怎么办？你就去右手边。那左手边死啊！那左手边就死啊！反正都不要理他、啊，不能管狙击啊，好啊。上来了，海银，等什么？那海银去看一下对面那只夺命的、啊。不是欸，你原是要抓抓抓抓抓，没错吧？你原是应该是抓他，你怎么会要艾影抓、啊？欸，不好意思欸，你会爬墙啊？你会招架？欸，不招架他？我靠！我不会招架，我也想招架。啊！笑死了他。可是，不过这剧情真的很有玩。他如果说，我说我要取夺命人的话，一定很厉害。你要确定欸，不一样的东西耶、欸。我做掉他去了。走，滚啦，滚啦！哇！我们变好烂，你就你的手把变烂了、哦爛哦。然后现在手把都正常啊，只是按着用。那你没借口了啊？我们家不想被破了。哇！无界该走了吧？我是那个无界，我就跑了、欸。我不适合这款游戏。嗯，看看，没有聊天室，明明跟我打招呼，硬要讲，哎、欸，安，安慰自己，明明没人理我的，这是还没有走哎、欸，天啊，心脏很大哎、欸。佛系了吧，天哪！我、哦、他们双枪了，哇，我们四把小枪哎、欸，赢了！要想一下嘞，怎么了？想什么？我啊，只能想我，不能想你。你想说什么？啊？好、啊，好、啊啊，我误会了什么吗？没有啊，我没有误会啊。这把要怎么玩啊？我其实不会玩。哪一把？我不知道。小绿。英雄枪，就突然可以有三发龙魂喷出去的那一把。三发龙魂，我们是靴子队，太好了。嗯，我们刚有靴子吗？好像没有。靴子没变啊，我刚没有啊，我刚换靴子。你有跟上我们家、啊？别关注。什么东西？噔噔噔噔噔噔！啊！哈哈哈哈哈！
啊，没有，跟着你的味道走，啊，闻着你的味道走，就那是个陷阱，香水有毒。你踩到我的那个吗？对，你经过的是经过的什么？什么？我这边踢到很多东西。那个繁星。嗯，怎样？这四个狠人，注意这个繁星，太狠了。这是，这样把安娜推去给小那个地板上。他是小美，是两枪小美。小美，不是因为那个影片他的直播都是说女主角叫小美，男主角叫小帅，懂吗？所以我不是故意要说他叫小美。Oh. 对，我想说，怎么你说他是小美什么意思？我想说哦 ，care 不到。这只青蛙也很狠，先把安娜。哎，你看了吗？爆炸范围太小了吧？看什么？是我。看你那一个了吗？对，我大概第五个看的吧，观看次数的时候。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唱歌。哇，袜子的哇。哇，终极发射炮！上了龙魂，有龙魂有杀到两个，交引力弹。你忙了，好，拜拜。家里有了，好难了，好难了，有把我打烂了。你就看这个队伍怎么走，你还要待着吗？对啊，0014。好少哦，输了的话。超级之后就是永远吗？对吧？他还在。浴缸了。认真是不是？啊，泡澡了。两个。我在想他是不是开始练武器了。我记得祭典的时候好像连那个海威都没有，对，没得打，他真的是在练武器了。我以前的浴缸没有这么烂的，可恶。哎哎哎哎哎！不要！啊、好了啦，一个人跳好了，好的呢，跳掉，逃兵，加油啊！加油啊！长弓，靠你了。不是炮着痛吗？干亲儿子哎、欸。短弓的脚被砍了，蝎子是那个啦，原始哦，洗衣机啦，原始。哇！不好意思，跳很大声。被对方吓到，在弹窗往我这边丢，然后我就失去方向了。太方便了！等等等等等等，不要！我喝饮料，不要！快！不到，好远哦！
烦你。嗯。我帮你抱不到头，好了。没事，你抱我就好。哦，我断了他的鲨鱼，笨蛋。啊，对面是繁星耶，笑死。这么变了。网域不屠自己家，谁不屠自己家？我有啊。他们哦，只过来打我们。他们打上瘾，他在封我们家。哇，讨厌哦！去死啊，印章！小心啊，怎么被偷？哎，他死了。我也死。哇，他的名牌怎么那么亮？左边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啊？它是金色名牌吗？一趴那个抽奖机抽的。那么大没有了，抽。那什么东西都金色的。嗯，你想买是不是？不要。把他整台Switch去买过来，把他的账户买过来就好了。他那个不是，他那个是什么？丢三颗。哦，三发鱼的那个才对。啊！后面有下雨的痕迹。会不会太累啊？要不要换拿？换欧达吗？嗯。哎呀，怎么这么难玩呢、啊？赛特。奇怪了，哎，十倍比赛输掉，看看，怎么嘛？那个队友是八次，他不要再玩预告，他应该是不会玩。我觉得我们如果现在去挡风的话，应该第一波就被刷下来。第一波？什么第一波？我至少没到那么烂，好吗？可是我有啊。那是因为你的队伍里没有我。哦，他换广域。玉化最爱哭泪，是打工武器还不错吗？这是打工武器是什么？四把狙击枪。打狙击枪，他在好小啦，他讲的话比我还不能信好吗？什么意思？那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打工，如果没四把狙击枪的话怎么办？女装，你讲一讲的嘛。啊，女装好吗？要把切鸡鸡选一个。我今天就 host 的过去，他说繁星你要跟我结婚吗？条件是女装或者是鸡鸡切掉。我说哇，那我还是不要在一起好了。我门槛有点高啊，门这么大？对啊，然后他把菜刀亮出来，说啊，不行，这刀子太小了。
两个浴缸的墨雨云真的，哎。回来回来！怎么不死啊？去死吧！去死！好，去死，乖。我也死了，乖。哈哈哈！打了打了。有那么快？他潜下去的时候游超快，因为他那个啊，那个鱿鱼那个啊，游游速啊。金补啊，屁呀、啊，初见。讲的话比翻起来不能信哎、欸，我初见安安。啊？好、哦。好、哦，是把狙击。哦女服装，抖内100万女装，我没有这样讲。哎、欸，利恩他说没有、欸，哎，不然多少10万？我明明就说台币可以买显卡的价格，是我向你买的。接下来一个换王路了。出去住啦！真的。永远加多少？永远？你说我吗？我没有到永远。说什么永远呢？说什么永远呢？哇！这是骗人的。说什么永远跟我在一起？都是骗人的。碎片装好装满，哇！棒棒棒棒棒棒棒！哎、欸，我这一局很努力了。嗯？嗯？你一直都很努力啊，我都看在心里啊。紫冰小更新啊，叫你关台的安妮。所以你要打到永远，对不对？我们下一个应该就是永远了吧？吧，可以啊。结果不是，那就算了。哦，以前的我们永远加四加五，现在的我们不是那个是，那是因为我们打了三天呢、啊，两天呢、啊。有触犯海洋世界，所以还要继续吗？我开吗？我看你啊，快到永远了吧？那我开了。好像还差150点的样子。嗯，再输个5-6场。150点只要5-6场哦、喔，有那么少吗？差不多吧。一场加多少？没注意，要看一下加成。开了。加成，你认识他哦、喔？看一下加成。不是的。利恩说你要看证据吗？肯定有的，好不好？不要，都多久事了？你要讲一下有怎样的观众，有怎样的台，都是记仇的，好吗？哎、欸，准备了。转移话题就是会心虚才会转移话题，对吧？嗯，心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哎、欸，刚刚我问过好不好使，你刚才说啥？心虚就是会转移话题，所以你的女装照就是把弟弟啦。哦，没事啊，耳朵不好，再讲一次就好了。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呢？你丢了一个喷泉在这里，吵死了。嗯？啊？它是喷泉吗？为什么听得到？对耶，为什么？对啊，为什么你听得到？不是技能看不到吗？对啊，为什么 bug 啊？
嗯，那我再放一次，估计等一下是100倍了。100倍打完是不是就是会有那个？打赢的话就是有那个、啊。那个啊？头上的那个标识、啊。哦，对啊。啊，就是这张换地图了。你跟我说害我那么喜欢你的就这一张，这是我们爱情开始的地方。对，这是我们第一次告白的地方。没有，这是他第一次跟你告白的地方。你已经跟他告白很多次了。没有啊，是他第一次撩我的地方啊，就在这里。我说快传我，快传我，我不会害你。我说有啊，你就害我啊。我说我哪有，你害我这么喜欢你。你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有点羞耻？没有哎、欸，没有。他怎么会羞耻嘞？他已经被我训练到，狐狸尾巴都露出来。妖精系的尾巴。安妮使用摇尾巴。使用撒娇。结果后面是不是有人？有，开始啊！爆破枪，没送，难玩难玩。爆破枪好像死了，还在。我买爆破枪了，我气死了！大家等我一下。乱入吗？不行。有办法让我们赢的话，可以。我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然后让我们。对。爆破枪。不是气死了。对。安妮，安妮，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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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对吧？肯定不会骗你了吧？这次。有。偷偷摸摸，偷摸摸，偷摸摸。爆破枪在家里住。每次安妮在敌方家里，都还活着没？希望还活着。今天，他还活着。哎，番茄，我跟安妮很拼命的、欸。我也很拼命的啊。哎、欸，番茄，老炮的猫。好了，去买爆破枪了，去吧。好，我去买。退出哦。好，退出，看一下战绩再退出。抓一下战犯再退出。啊，252。有三金呢。哎、欸，我刚没看到。退出。那我也去买一把好了。希望我有三爆破枪开局吗？那么狠，这么狠的吗？啊！不要，不买，不买。啊！不要买。我想说他会啰嗦，结果没有。那个远距爆破枪就这个了，最坏的。好了，我来了。一拿起来马上被虐啊！换了。大厅。怎么玩啊？你把绑。
棒，阿棒，又阿棒，又利亚利亚利亚，棒棒棒，阿棒，阿棒。那他副武器什么？哦，吸盘。开了。等等，原来我延迟，你延迟这么久，利恩。等下七兔抽到，我是不是来不及？手机加电脑双开，哇，这么棒！啊，你也抽到的话，要寄给安妮哦。是抽什么？滑鼠垫。啊，它的周边呐、啊，啊，只是我比较想要滑鼠垫，不然每次玩夺命女跟安娜，我的滑鼠都会滑出去。我现在滑鼠垫很小。没关。哦哦哦哦。他们头上那一个完了完了完了 ，Barbecue 的没有 double 哦，完蛋了完蛋了，婉丽进来了，没声音，因为我关麦啦，没声音，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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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刚刚关麦啊？刚刚对，你刚刚为什么要关麦？背着我跟哪个男生说话？一辆一辆，因为我在骂我们家狗子。哦，你怎么可以骂我？哎，抱不到草图。第一次觉得被发疯的发了。哎呦！男生，你是不是被刚刚那只打到角落？可怜哦。谁？没有，因为那个是鲨鱼啊。哦，哎、欸，刚鲨鱼把我逼到角落啊。对，角落。哇，我的对面哇，对面十三个，爽哎、欸。来喽。噔噔噔噔噔噔。啊喵喵喵喵。哪是喵喵喵，是咕噜咕噜咕噜。是咚咚咚咚咚。哇，爽！我躲过鲨鱼，哎，会躲了。那个是打过百倍的标志吗？对啊，不是吗？我不知道哎、欸，它百倍是只有百倍才有，啊、是不是还有333倍、啊、还是33倍？百倍我不知道啦，啊、但是宝贝我知道了。哎呀，加利亚，巴伯罗啊！加利亚是谁？嗯，加利亚，他姐。感谢关注。里面有巴伯罗，小心。哇，你的饮料，哎呀，好想喝哦。很硬哦，防御化。前面一堆尸体，哇哇！我的墨鱼，
头脑就分给你们。你就他说哈哈，我是繁星就好了。赢了吗？没有，没有，怎么可以赢？他们怎么可以赢？不是我们怎么可以赢？怎么可以赢？怎么可以赢？赢什么？中间怎么看起来都是我们多一点吧？对啊，要求验票，而且还差这么多。你们是不是快那个啊？永远了？嗯，好像耶。我原本少打一场啊，那一场吧。我们没有啊，你那时候断线，我们也跳出去啦、啊。啊，那为什么我的会比你少？然后你还在有魅力吗？没有啊。好像少一场的样子。哦，那我少一场了、啊，就是我切数据机的那一场。哦，你为什么要拿菜刀切他？很难沟通的、啊，对不对？网络再去给我这样搞，上面放乖乖啊。好像不会破坏。什么哈哈，我是繁星啊，白痴哦，你真的去打了、哦？哈哈，我是繁星啊。精装修家里。杰明，你说的那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看聊天室有没有大佬知道，帮忙回答一下。什么东西？他说打一般和挑战算分有没有不一样？什么叫一般挑战？我们现在好像是一般模式吧，好像还有一个挑战模式的样子。等等等等等，冲啊！死也要喝的。晚安。你死了吗？没有。有人为了喝饮料而死。没有，没事。他没死，快了，快了。哎、欸，你这人怎么这样？就毒奶吧，那你那个饮料是毒饮料。不是之前就说我的饮料有毒吗？过去就有一个锤子过来之类的。有人在瞄准我。哎，我打浴缸真的很喜欢这张图，哎，站在这边像中间那个圆圆破就好了。哎，不过当初会觉得饮料会先削弱，结果并没有。饮料对于饮料为什么要削弱？太强了，对。不会啊，你要喝得到啊。有人都喜欢把饮料放在前面喝不到啊。啊，就像这样吗？快挂了，快挂了！举报他！举报他！举报他！螃蟹，大家是谁？路人再见。哦，回好慢哦，是穿到什么东西了、啊？又来了你！啊！死我！棒棒棒棒棒棒！哇，在哪里？在底下而已，可是底下好像有人。小妞安安、啊、对面那是谁涂的？嗯，路人跟我。好烂哦，救命哦，删游戏了。啊，直接从 SD 卡的那个记忆里面删除了。
难怪在台湾没人想玩这款游戏。我不要自己烂，就怪在游戏上啊！没有啊，就删游戏而已啊！等一下哦，刚刚那个地图放错。好热好热，小喇叭小喇叭。你这小喇叭在。在粤语是骂人。嗯，我不知道啊。你怎么会知道？你常说。丢喇叭。是这样子、喔。小喇叭是骂人的。就说人是小喇叭。嗯，那他肯定是没吹过。嗯，真正的喇叭。十倍。啊哎，压力很大哎、欸，不要了。到底是谁？还是之前就是因为几率太少了被反应过？可是刚刚有人说他没有用过啊。刚刚聊天是有说他其实没有遇过啊，没有遇过十倍。我累鬼耶今天。印章上啊！噔噔噔噔噔噔，我来了！哇哇哇哇！哎呀！哇，我好快，我好快哦，动了！你好快乐，你好快乐哦！吃激素了。那个狙击在哪里？哇！右边，左边，左边，左边。怕死了！什么枪啊？哇，这狙击好！快捷！四公升了，哎、欸，快捷！哪是啊？那四公升哪是这个声音？对。你准备走，你准备走，你准备走，你准备走。面前面前有一只，中间中间有一只。他跳走了。中间那只是？哎，这边都没有人涂哎、欸，什么情况、啊？对，我涂掉了。去你去你去。他们队怪怪的、欸。哦，笨蛋！柔软的姐姐 ，Oh my god！ 啊！就是啊，狙死了。危险危险，我们危险。啊、哦！等一下，怎么都这么局啊？什么情况、啊？加油啊！还有半分钟啊！没有两个人。我明明都没有看到那瞄准线，往我这边飘啊！我来了，宝贝。啊，宝贝，你死了，宝贝。10秒，哎呀，十倍！对面的饮料，对面的饮料，好喝，差一点呢，可恶！我们前面明明有赢，奋起直追耶！可惜，可惜。啊，有 highlight 就是那个狙击的，学会了词汇，学到了词汇是学什么？小喇叭妈啊！你刚不是叫人家讲小喇叭？小喇叭啊！坏蛋了，教错了。
自由喇叭，不行啊。嗯，完全没有，怎么了？完全没有什么？任何东西啊，鞋子啊，发型什么都没了，连不同武器都不见了。哇，这么快就有大了，天哪！谁？说好的被削弱了呢？谁？我吗？港空啊，对啊，对啊。哎、欸，很慢了哎、欸。虽然我这样讲，我知道你有点不信，但是真的慢很多。我信啊，什么时候不信你？嗯，有啊。上一次玩这张地图的时候。哦，一直有人从后面来，好讨厌哦。鬼喷呢？都有很多金色徽章哎、欸。还一直有人在我们家。我们在他们家。过来过去。在我们家蹦迪耶，他们天哪！哎，没墨汁哦。急。我不该飞你的，咖喱。噔噔噔噔噔噔！哇！接下来就饮料可以喝了。直接复活，直接复活！我停家里，我停家里。停啊！啊？不知道哎、欸，他们刚刚有危险、嗯。卡了没有？哇！哇！哇！对面这个多的，啊、哦！哇！快谢谢我，快谢谢我。好棒哦！你这敌人图我 number one 有吗？爱吃水果的奶奶有啊有啊，金的哎、欸！哎，1583图我好吗？哇！那你前面在干嘛？你们在演哦？演什么？没有啊！啊，就这一队的他们不回家守啊，我就在他们家继续图啊。
欸，有魅力，有魅力，没有，有魅力，还没有到永远呢。天哪，有魅力之后才永远吧？还要继续吗？哦，有新的徽章哎，这什么徽章？我都可以，反正是不是要去抽奖？我没有啊。哦，我也想去。我现在在挂台啊，怎么了？一直在挂着。我一直都在挂着呀。跟谁去洗澡间？我怕回来来不及啊，下一场。好。你就不要去啊。你自己拿着去嘛，每次叫你拿着去，你都不愿意。拿什么东西？Switch哎。好，那他拿着 Switch 去啊？你忘记上次拿着 Switch 去上厕所的结果断线吗？断线。哦，也对。然后我们就赢了。记得吗？想死了。因为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就是从把 Switch 拿回来之后，我就听到我的耳机里面有繁星的声音，番茄啊，我知道你们赢了。番茄，我就不说了啦。是不是大家选的比较平均啊？对啊，内战好少。遇到内战啊，对。右边一只，右边一只番茄。右边一只番茄。好恐怖哦！嗯，怎么会？我人那么好，对不对？想讲这种话。感情一定要讲一下哎、欸，要自己过来捡。啊，那个短弓不动哎、欸，揍他！我想说，没有啊，我在动啊。右边两只。一只有大了，一只有大了，小心哦！中间那只短弓打不到他，他卡是不是？对他好，他动得好慢，我打不到他。冰饮料讲一下，我看到你前面有了半截就叫他了，这不是重点，饮料要先讲。玩斗阵特工怎样？最怕自己单上了，对不对？没错吧？啊，没错。那你还自己放大绝？等一下，怎么了，女人？你那边怎么了，宝贝？有疯子，有疯子，有喝了饮料的疯子。最后半分钟，最后半分钟，番茄，我想喝饮料。饮料还没，还没，快点，快点。哎，快点，这里跳，跳。我没有木子，我没有木子啊！死了！好的，饮料来了，饮料来了。我就说抱歉了。哎，你丢一个粘性炸弹，我这样，哈哈哈哈哈哈！你不要喝我的炸弹吗？要喝你的炸弹呐、啊！那个逼，啊，笑死了，天哪！哎，有了。饮料前先讲，我赶紧过去，然后再看见番茄丢出来一个粘性炸弹，我知道怎么喝了。我去乱个厕所，好好笑。然后先点可以出吗？可以出吗？你们先开吧，我马上回来。我要尿尿啊！奇怪，我刚喝很多水。
你们去啊，你们手拉手去。那我不尿了，我憋到膀胱爆掉好了，你以后不要幸福了。像国中女生一样手拉手去厕所。我不要啊，我膀胱爆掉算了。退出是不是？退出啊。对，先退出。那我们继续也可以啊。999啊，错了。对，你退了吗？差七个死零哎、欸，我退了，我退了，我退了。玩到继续了，好了，我去上厕所。完了，我们一个凯瑞的队友没了。笑死！我的粉丝都是核炸弹变的。啊！回去尿了。韩信也去了。还没想追我是不是？我就不去啊，怎样？膀胱爆掉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怕你乱追我是现在的事。你快去啦！不要，你不去我要怎么讲？可恶！拜拜，拜拜。没有啦，不要嘴他。我只想说，好像是不是生理构造上男生的膀胱比较小？没有哦，并没有。哎、欸，你不是要去了？我回来啦。你没有啦，我要去了，拜拜。我可以说了，对啊。棒棒了棒！我刚才特意看凡现的皮不动了，我才讲了。可恶，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哎、欸、呀，我刚刚杀七个哎、欸，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夸夸我？我刚刚很努力。我的炸弹手感回来了吗？回来了吗？回来了，你回来了，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哦，我忘记每次祭典都要听一大堆废话。哦，你大退游戏了？哦，你刚刚被带进去了。对，而且还不能那个什么？没有啊，没有啊，等你开。安妮跟你讲个冷知识，嗯，就是平均哺乳动物，嗯，平均哦，尿尿的时间是23秒，嗯，你知道尿多久吗？23秒，对，是23秒。你是说尿的过程？啊，就是尿尿啊，尿一出来到结束是23秒。为什么会有人在计时这种东西啊？嗯，所以才叫冷知识、啊。就你不知道冷知识啊？大家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姿势。你下次尿尿可以，如果有记得的话，你可以想一下，你可以算算看，聊天室的可以知道一下。就是你们可能今天就算你憋尿憋再多，好不好？就是你灌了2000公升的水，嗯、然后憋尿憋到最后爆发出来，也还是23秒。真的哦。是有味道的姿势。嗯，什么有味道的姿势？你闻过味道？是不是大便？莫里安安，不知道也不会死的人是哦。那你知道？嗯。那你知道
来，我听。那你这尿是什么味道？阿摩尼亚怎么会不知道？要看你吃的东西有没有味道，口味重不重？刚哎内战呢？嗯，内战。所以你知道尿是什么味道吗？你？我是说，就是，通常是什么味道啊？你是说闻起来的味道，还是喝起来的味道？喝起来的味道。因为我没喝过，没办法形容给你听。喝过哦，有，没喝过也可以知道啊。还是说，23秒是你真的本人计时过才知道？嗯，没有，是真的。你现在马上给我喝水，都不要给我去尿尿。那你尿就知道了，好不好？不要觉得我每次都骗你，好不好？对你来说，我是个骗子吗？对吧，安妮小朋友？下次计时了再跟你讲。嗯，你下次跟我讲说你要去厕所，说哎。那个码表，手机借带进去哦。我说干嘛、啊？要通话是不是？没有，你可以通话啦，我帮你记死。看这个女人，我们私下在聊什么了？她看起来是蛮快乐的。她很快乐啊。大家好奇，实况组平时私下聊什么？都在聊、就是、狗尿屁之类的。认识你之后，他更容易笑了。你知道人有三级是哪三级吗？哪三级？大便、尿尿，还有一个知道什么吗？放屁。这个是我那天肚子很痛的时候，就有观众说没关系啊，反正人有三级。我就说，可是第三级是什么？我不知道，是肚子饿还是什么吗？然后才知道是放屁。哦，传我，安全的。嘿。有人卖饮料不说啦，好扯。是啊，上这边我在被打啊。啊，然后嘞，你给他们饮料，他们就不会打你吗？啊，啊没有、啊，我就可以马上复活啊。哦，你很跳欸。哦、然后马上出去送，对不对？没有。家里有一只浴缸欸，家里有一只浴缸欸。鱼。哒哒哒哒！哎呀，哇！狗喂、欸，这只。看你离不离开这里啊！来啊，来啊！忍者。根据谁？851，他蹲超久，天哪，蹲的真的有够久了。他等到你了、啊，对不对？在校门口等你。我在。这个咆哮的头皮。这个就是一个原始开那个大招，准备好就等你过来了。没有开大前还在那边做动作，那种。Hello， 噔，是狗欸，汪汪汪！玩太久会头晕，很多人好像玩霰弹都会晕。哦，对，有手的。活动到什么时候啊？活动什么活动？不对啊，地点。两天。礼拜日啊，礼拜一就结束了。嗯。八点吧，好像礼拜六8点到礼拜一8点。好。干嘛？没有啊。看看我们最后玩这游戏还可以玩多久。哎，倒计时。半个小时吧。嗯，还有至少还有半小时，我以为是最后一场。我们在一场就拿到永远的吗？没有啊，没有啊。
我们还差得远嘞、欸。下一个金要999哎、欸，我们刚刚好像才100多而已。所以至少要打十几场。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有玩这款游戏有爱，私下又在打。而且我记得我们祭典第一天是一直有输，可是赢的也比较多。对啊。现在变菜了。大概输三场赢一场啊，现在不是啊。没有。哪没有？有你在。之前祭典哦。哦。对不起哦。啊，我的错啊，我的错。没有，你是对的，你最棒啊。没有。他敷衍你。对啊。我没有。习惯了。从我被骗开始，他就开始敷衍我了。哎哎哎，我什么啊？我哪有？对吧、啊？我饮料，我就只能默默的被骗，在 ATM 前面看着你们在玩《斗争特工》越想越难过，对吧，番茄？不是。太难过了，初中那天我是在玩斗阵，嗯，有啊，你们在玩斗阵啊，苏肯斯坦的复仇，我都知道啊。哦。然后那时候去打个招呼就断线了。Get up.哦，安妮，你好棒哦！有吗？嗯。哦，有。哈哈哈！哎，他在叫你怎么杀掉他的？我进去打他，对啊，换嘞。我凶的。拜托，他开罩怎样？罩最怕什么？对不对？内部攻击，哪天为什么那说？哎、欸，可是我带了啊！可是他虫太厉害了，虫内部攻击怎么办？对不对？好了，不要逼你笑了，把你快不能玩了。他说：“啊、可是我有带啊！啊，你的虫牙齿比较利啊！完了，这什么话题？女神。”不好意思，我的错。回神，不要再笑了，回神。他还在笑。我知道啊。阿姨。超级跳。把它换掉了，可是好亏哦、喔。那个炸弹权限交给你们了，对哦。为什么我没有喝到饮料 ？Hello。不行，凑，输了。哎、欸，好像是哎、欸欸，好像输了、欸。嘿。你看输了，有，嗯，对面啊，他的豆腐，蹦，是顶后继续，下一场，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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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一个亿的亿，最后一场，没在怕啊，来啊，明天最好都不要上班上课啊，那个好像怕的是我，不是你们的，对啊，死的不是我、啊。
什么？我帮你装饲料琴。而且我还边吃贝壳边玩。在吃贝壳？我还吃牡蛎啊！不，蛤蜊，蛤蜊。我想说，10:51好像是海龟出来的时间，你在吃贝壳。安妮喝水，喝到膀胱爆掉为止。他关麦了，跑去骂狗了。哦。给你，不跟你讲、啊，你要记得开麦哦。你要、哦。你可以先讲再按吗？吸尘器。吸尘器一级哦，还是哎。嗯。巴勃罗安妮是巴勃罗。巴布罗很喜欢英人耶，巴布罗在右手边。嗯，我知道，瞄他，算了。碎。安妮，你还记得你没开麦对吧？先别吵，他知道。他现在在笑。我刚刚传照片给他看，他笑得很开心。奇妙。呜、哦。狗是吵死的，你真的去骂狗？对。从后面开大，我好强，我在他们家。没有哎、欸，是不是？啊，一定有的啊！我冲到他们家了哎、欸。哇，那条是什么东西？我这么直的那一条。我的尿。欸、很健康哎、欸，你不是那个水妖鸟？可是我是绿的哎、欸，你是绿的，对吧、啊？不是大自然的颜色哎、欸。好耶，封片封片。还可以穿搭奖励。嗯，再出。今天的话题都怪怪的，有吗？有我在，怎么可能会正常啊？拜托，你们这样，你们主播的钥匙就在我这里，打开它的开关就靠我。我的什么开关？嗯，钥匙啊。坏，你把自己锁太紧，
对不对？我转一下你就笑了。我认真讲，他认识你之后真的变得超常笑的。完蛋了，怪我咯。塔罗记得转一转。哦，对耶。东西。塔罗啊。哦，对耶。现在好绿哦。棒棒棒棒棒棒棒。完全绿色的名牌。这。棒棒棒棒棒棒。意味着什么呢？我是装饰品、啊。意味着什么呢？棒棒棒棒棒棒棒。好耶。啊，不行吗？你去抽奖。我抽完啦、啊。抽完了，抽到。我说隔壁哦、喔，隔壁没抽到我啊。我没这种运啊，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又在消费自己了，你乖啦。我就只剩下这张脸跟这张嘴了。只剩下消费自己的能力了。Danny 安安，好啦，先这样吗？安妮也累了，他笑累了，被你逗笑。没有，那我还好吧。他家狗，你家狗刚叫都没听到啊，还是你家狗在叫的？你家狗在叫的时候会戳你两下，哎、欸，我要叫了哦。啊、他都比番茄开大局，我想番茄开大都开完才。等，哎、欸，我开了哦，饮料。我家狗真的跟我说，你什么意思？来，你我们好好讲一下是什么意思。好了，我跟你说，你连狗都不如。我走。讲太明白了吗？还有抱歉。陆景安安，想看我吹喇叭？我吹喇叭，我会啊，我会吹小号、欸。吹喇叭的是不是 Danny 啊？嗯，对啊。Danny 去人家那边啊，好。你知道那时候国小英文那个音乐老师，他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吹的。然后就说，有人会吹的话，我送他一台摩托车什么，送他一台车。然后上去尝那个尝试的，好像我记得那七个还八个。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人，好像就是他，我是他眼中钉嘛，就觉得说我每次在吹嘘，说，哎、欸，你不是会吹，你上去吹啊。那老师可能看到我们在窃窃私语，来同学。你会吹对不对？来吹，来吹下去，啪！然后那老师就傻眼。嗯，恭喜你获得一张车子的照片，谢谢。笑死！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会吹，还是我前世是一个会吹喇叭的乐器，对吗？孟婆汤兑了水。嗯。肯定我有挑食，里面可能孟婆汤有香菜，我挑掉了。啊，好啦，那我这边先关哦。好。那你嘞？你要再打几场对不对？要是要什么？好，不要去打。Overwatch。他现在只有想到这个。你要积分还是一般？积分还是一般？嗯，那我们就打积分赚积木点数而已了吧，已经看开了，打我来。来了。怎么了？好，反正我先关啊，接下来，你要继续开可以，我先去关。欸、好婆婆，辛苦了。好啦，感谢大家，我其实在听七兔台啦。我想要他的那个华鼠垫，真的太好看了。好，就这样，感谢大家。虽然这款游戏我知道我的观众群没有人在看，啊，再看看珠子吧，珠子到时候反正就是开耐久台，
到时候再看看救不救得回来。我最近两边的观看人都一样啊，好恐怖哦。好，看一下哦，安妮有开吗？你安。哎，安妮没有开哦。哎，有啊，明明就有。好啦，我们去安妮的台湾。不知道他会不会关啊，反正先去他那边玩。六六拜拜。啊，各位大家拜拜。把你们通通都带去安主播、安妮主播、安主播、安妮主播的台。Now， 安妮，后面开始其实手感有拉回来，只是按太久手开始有点酸。好了，感谢各位大家今晚收看，明天会开，大家都要开什么？看看有没有揪啦，没揪的话就是麻将，啊有揪的话就是跟他们玩。最近都这样子啦，有人找我玩我就玩。好啦，感谢大家，大家拜拜。欸，可以，好，那大家拜拜，拜拜。